伙子，大家都说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所以这小伙子特别自信，他觉得他就是女人喜欢的类型。来，掌声有请。大家好，我叫杨海峰，来自一通县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别看我像光头强，细心体贴热心肠，姑娘要是跟了我，出门谁都不敢惹。这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这句话在这身上真得到验证了哈。你这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坏坏的是吗？我一直就这样一个人呢，其实也不坏呀，坏吗？是怎么觉得戴上墨镜就像坏人了是吗？打下来让大家看看吧。可能就不是坏人了吧。对，你摘下墨镜更像坏人了。那你这个